尊厨亦得购，厨具购物网，汇集世界知名品牌，你要的厨具精品都在尊厨亦得购。OK， 好，使用洗碗机最大的好处，它就是很省水，好，跟省电。像洗碗机洗一个小时，它用的电是1度的电，相当于现在差不多2块多，所以如果洗2个小时，那就是5块钱也不到。好，那洗碗机它是相当省水的产品，像比如说以洗碗机，整台机器它可以放满大概80-90件的餐具，如果是用手洗，将近要80公升左右。那以洗碗机来讲，它最多大概是11公升的平均用水量。好，那这一台的型号是5132，好，是 ASCO 的机种。那这一台的操作很简单，电源打开了以后，好，这边就可以开始选洗尘。好，这边这个洗尘在上面这个地方它都有一个中文的对照。好，那每一个洗尘都有搭配，可以有高温，灯亮是高温，灯熄掉是低温。好，所以以这一台5132来讲，它是有9段的洗尘，好，就这边的洗尘加上它高低温的一个配合来讲，好，然后搭配预洗，它总共是有9段的洗尘。那这边有一个洗尘时间的一个进度，所以使用者他可以从这个地方相当了解他洗剩下的时间。好，那买洗碗机最重要当然就是它的洗净力跟烘干能力。以 ASCO 来讲，它的洗净力、烘干还有省电都有拿到欧盟的 A 级的评鉴。好，那其中以烘干是 ASCO 最大的特色，因为 ASCO 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 Turbo 的抽气烘干，它这是一个冷凝式的烘干。它这个主要就是说，在烘干的时候，如果您有设定加强烘干键这个，好，这个按键，那它在烘干它会执行把里面的热气整个抽到洗碗机的这一个冷凝的装置里面，它经过冷凝以后，里面的湿气会减到最低，所以 ASCO 的烘干效果在欧盟它是有拿到 A 级的一个烘干品鉴。OK， 这个是 ASCO 的一个5132型的洗碗机。Centos 西班牙顶级厨具。